过，冠军是天生的。那突破自我，就是种荣耀。因为前行，就要抛弃旧记录。唯有勇气，才是照亮内心的光。即使被风浪压倒，转身就是一个回击。只有面对自己，用智慧超越自己，才能让我爱得快，更快。我掌握的不只是荣耀，更是速度。荣耀V10，我爱得快。